许多人从小的梦想就是住在一间像童话般的房子里，被花草包围，像在森林的感觉。现在呢，在花莲有一家民宿可以帮你实现梦想哦。小珍，你好，哎，欢迎你来。哎，我今天一来到你的家，就觉得我好像来到童话世界，它整个是被花草围绕着，哎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以种很多花草，然后要希望给客人很多的生命力的感觉。因为平常来这边的人都是住在都市里面嘛，大家都平常住在水泥的建筑里面，哦，对啊，那我们希望这边可以营造一个大自然的感觉。真的很像来到童话世界，你看要穿过这个绿色隧道，而且房子还有这种藤蔓垂下来。嗯，对啊，这叫做大邓博花。嗯，对，它有像牵牛花的感觉，会开像紫色的花朵。对，好漂亮，而且房子有了这些藤蔓，感觉那整个生命力的气息都有。40年历史的老房子，保留洗石子的陈旧，加入木料的质朴，这里的翠绿跟房子就像生命共同体，一起见证了岁月的足迹。哇，哎，上面有这么广阔的一个平台哦。对啊，这就是我们的露天的平台，还可以看到火车哎。啊，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些旧铁道的风情。啊，包括风景可以看到有一些稻田啊、绿意的感觉、小溪啊、池塘啊，啊，所以你其实我们这边是属于很田野的风光。视线开阔，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。像是森林小屋的房间，又有怎样的惊喜呢？小珍，请进。我进到小木屋里面来了。哎，阿伦，它是有两层的，哎，对啊，这间是楼中楼的感觉。哇，可是还是看得到很多木头的元素在里面。你看，像这个木头的长椅，还有这个，哎，这很古老了吧？嗯，其实像之前啊，你一样可以看到我们保留一些很古老的味道在里面。嗯，像这个是以前坑洼底的柜子。哦，环柜哦。对，那像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用飘柔木去做的一些长椅子，可以让客人休息。那像这个呢，就是以前的那个菜单，有没有？菜雕切菜的，哦，对啊，菜雕，我们拿来当它楼梯的第一阶，就踏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有感觉，觉得好像有活在以前的时代的样子。真的，哎，有一种童心未泯的趣味在耶。嗯。老陈，这边就是我们2楼的一个空间。哎，它比我想象中的宽敞很多哎。啊，其实这个空间啊，我们就是设计来专门给家庭跟朋友，他们可以来这边享受这一个很宽敞的一个感觉。挑高的斜屋顶去除了压迫感，大片落地窗让房间更明亮，舒适的空间同样融合了旧时代的元素。现在你看到这个梁柱啊，其实就是以前日据时代的一个电线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留了一些孔洞，就是以前的电线杆，因为它爬上去的时候所留下来的一些痕迹。嗯，那小珍，你可以靠近闻闻看。它其实会有一股油耗味在上面，就是，嗯，就是以前旧旧的感觉，为以前为了房子白蚁进去，所以涂了一层油在上面，所以整个空间很有设计者的巧思在耶。嗯，对啊，包括你看到现在这个小阁楼啊，哦，可以攀爬啊，对，它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一个设计在里面。那小朋友来这边，他攀爬这个东西，他会觉得哇非常有趣哦，就像捉迷藏的感觉。对，就算是大人，他攀爬，他会觉得哇，好像有一种回到童年时代的一个感觉。从小阁楼里面看下来，有一种偷窥，可是有一种冒险的感觉。这里除了花草啊，还有很大的树哎。这棵大树它就是面包树。树身上的就是兰花，我们后来才把它种上去的。你会看到其实它的那个根攀爬在那个面包树的树干上面，你会看到它的根非常有生命力，会感受到那种兰花的旺盛的感觉。庭园里的共生哲学也巧妙应用在装饰上，用心装点的巧思成为小动物最好的藏身处。吹着微风摇摇晃晃，有童话故事的趣味，又有浪漫的感觉。
充满玩心的幸福空间，像在提醒着旅人，慢慢来就能享受简单的快乐。好像童话中的那个糖果屋。嗯，对啊，其实你看那个墙上一球一球的感觉，会不会觉得像说是我们做蛋糕那种奶油球？对，奶油球一层一层一球一球丢在房子外面。嗯，对啊，那都是我们用手做的，一球一球粘上去的。这个也是你们自己打造的？对啊，我们自己手工打造的，我们把它做的有点像南欧那种法式的风情的感觉。这间就是我们的观心房。外面是童话屋，整个里面是浪漫的白色风格。哎，这间房间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观星窗，会让这边的空间感更明亮。那晚上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也可以真的看得到星星。打开来就看得到星星。对，没有错。两个人坐在这里，哦，真的超浪漫的哎。而且它上面有好多的这个装饰哦。对啊，像这种马赛克的拼贴都是我们一手一手这样慢慢的贴上去的。这个也是你们 DIY 的啊？对啊，所以你想想看到那边。其中有一朵花，那就是我拼贴的。哪一朵？哪一朵？那一朵长得特别奇怪，那一朵有没有？有，我有发现，其他的都是像花朵的样子，可是那一朵，特别有手工的质朴感，有点像葡萄的感觉，那一朵就是我拼贴的。雪白的房间，处处可见巧思，开关隐藏在树干里，马赛克拼贴色彩丰富。不受拘束的混搭风格，替老房子注入新灵魂，就像童话世界里的神奇魔法。哎，阿伦，我这样逛下来啊，发现每个角落、每个空间都有自己的风格跟巧思。我真的很好奇，设计者是谁？啊，其实设计者呢，就是我的大姐。你的大姐？对，该不会她才是民宿的主人吧？嗯，没有错，因为她个性比较低调一点，而且又比较害羞。走神秘路线就对了。没有错，而且她也会希望说，哎，客人来这边可以放松，那可以待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有一种慢活的感觉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说，来到这个民宿这里，我自己就像来到家里是一个主人的感觉这样子。嗯，对。回到家的温暖，在细微之处更能体现。桌上摆的手绘明信片也有贴心的用意。客人来这边，他可以记录他的心情。那外面我们都会摆一些很小巧的信箱，客人写一写之后记录他的回忆，他都可以把它投进去，那我们都会免费的帮他寄回去。啊，真的吗？所以就可以把度假的心情带回家，延续这样的感觉。没有错，让邮戳帮你做个见证。这碰运气的心情，我来到大姐的工作室，没看到神秘的女主人，倒是有另一个伙伴正在画图。这个是我们那个大姐她的公仔哦，传说中的大姐就对了。对，哎，这张也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些都是，这些都是，就是我们大姐一直不可以真面目示人，只有公仔出现啊。对对。所以小张的这些也都是你的创作哦？对，这些是明信片。哦，明信片哦，明信片的原型就在这些图里面。哎，风格很不一样哎，你看这个是家具，然后这个是风景。对，它的那个风格比较偏向就是插画的那种风格。然后像这张，它就是我们民宿里面的那个椅子，每一张都找得到。真的，在家里面就可以找得到。对，哎，好特别哦。坚持首创风格。描绘出每个用心的角落，工作室的空间设计也看得出玩心。高挂着的巫婆，织了一半的围巾，就连墙壁也有个性存在。这面墙就是我们那个大姐她心中梦想的铁塔，像铁塔上面有云，有的是梦想，然后有的是奇迹，然后有那个金钱啊，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蓝图这样子。真的，就是大姐把她的愿望都彩绘在了墙上，对，就是有梦想实现的一天。神秘的魔法花园，享受被绿意包围。
放松心情，慢慢走，相信梦想终会实现。一个人的假期，一种家的感觉，自己当主人，一样自在随意。泡杯花茶，随性小憩，午后时光悠闲写意。童话里的森林小屋，让逐梦故事永远延续。